还是把家里的仓鼠找回来了呀！啃啃木桩，咬咬米袋，给蒙德添了那么多麻烦。你说的不是仓鼠，是老鼠。现在没你说话的份，屋里的吟游诗人，哼！放弃统御蒙德的神，就只剩这点力量。 哼，你嘲笑我的资本，就是从主人那里借来的力量吗？哼，油嘴滑舌，啊，这就是神之心，远远比不上我珍藏的华丽奇具呀。那大概是因为你的审美真的很烂吧。 算了，反正神之心已经到手了。走吧，趁骑士团还没赶来，不要留下任何把柄。